CP Book 2 嘅力学嘅第三课书嘅第八题，咁有一架嘅喷射战斗机就以呢个嘅60 m/s 负二嘅加速度就向上，即系向天加速。咁而咧，佢上高嘅司机嘅质量，即系个细 m 就系75 kg。咁而家请问你？佢所知能够向上加速，请问张凳其实佢坐喺张凳上高嘛？张凳作用喺佢身上高嘅力系几多？咁嗱，而家其实咧，即系个人咧就喺个火箭里边。咁我哋简化呢个就系个火箭啦。咁火箭上高咧就有一张凳啦，有一张凳。咁张凳上高就有一个人啦。个凳上高，简单啲嚟讲，得个头咁样啦。好啦，咁佢为什么可以向上加速？而个 A 系等于60嘅咧？其实我哋就话，根据咧牛顿运动第二定律，个静力咧，嗱个六十就会等于静力除以75，个加速度系60，嗰个嘅静力系要计。咁我哋就話60×75咧，個答案就係60×75就會計到個靜力原來係4500 N。好啦，咁個靜力如何來嘅咧？個靜力如何來咧？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嘅凳咧，其實嗰張椅係會推或者托呢個人向上啦。呢一個係一種反撞力。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力，那个人身上高呢，其实呢是还有重力。那个静力的来源，就是说那个静力，那个 net force， 那个 net force 就会是等于4500，而是等于 R 减 W 的。嗱，看回那个图。就是個 R 係大過個 W， 減完之後仲剩翻4500 N，咁先至可以向上加速。咁而呢一個 R 就係我哋想計嘅嘢，而呢個得重力其實就係 mg。咁於是我哋就話4500就等於 R 嚟到減75×9.81，所以個 R 就會係等於4500。去加75，將減75×9.81褪蓋等號嘅左手邊，咁所以個 R 咧，原來計出嚟咧就會係5235.75，所以個 R 咧三位有效咧就係52嗱，要頭三個位，咁第四個位咧，第四個位呢個位就係進位，所以就5240 N。就是个答案，所以呢题的答案就是5240。